不爽快吗？耳边都是耳语，你在我耳边讲话。电话声。有没有听到？生日电话。对。大家请看看。三十哦，爸爸。下去。我下。停啊！电话又停了。靠近的时候就停了，再开啊。莫西莫西，弄个声音，电线已经断了。靠背啊！超诡异的，这已经剪掉了。等一下，我鬼哥好像不太舒服哦。先卖鬼，先报价。过去，又响了。传来的，确定有断电，可是就算没断电，也不可能会有人打电话吧？对啊，你电线切掉，不可能有声音了。上面要去看吗？起鸡皮疙瘩了。对啊。敢我可以先回家吗？这完全假不了啊！你看，刚才铃声就是这个声音。对啊。对。他先走了吗？我操！这个是这样子。你上次也不舒服，完了，被土堆照，被理亏，鬼哥有点不太舒服。啊，你讲他从顶楼啊？好，那上去。有没有窗口？有窗口。我们刚才是从这一层上来的吗？有吗？这里没有。因为我们刚才是从逃生梯，然后进窗户的。那先离开好了。这里吗？好，先走，鬼哥有点不太舒服。好了，OK。
帮我扶着。好。往外面好像的。啊？往外面好像的，小声一点。鬼哥，换你哦。哎，靠！等下，等下，鬼哥好像不太舒服。我还没醒呢，鬼哥，鬼哥，你李百杰，李百杰，鬼哥，你想怎？等下看一下，鬼哥想怎？都不送吧。没事吧？本来要离开，然后鬼哥刚才突然间不舒服，然后现在就是说要再进来处理一下，好像有东西在缠着鬼哥。Kenny 后面 OK 哈，没问题。好，楼上有声旋转，旋转。这太急。不不不，等一下，办公室。鬼哥注意一下哦，完了完了，鬼哥刚才怪怪哦。稍微注意一下鬼哥哦。你看，
顶住的。这电话底下压一张纸钱呢。丸子，稍微看着鬼哥，我觉得鬼哥好像怪怪的。